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着神明煮熟饭？你禽兽啊！手受伤了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裴恒都比我先知道。跟你说有什么用啊？你根本都不在乎。再说，又不是我跟裴恒说。疼吗？还好服过药了，休息吧。你不要留我一个人吗？我让子睿过来守夜。你白背我。你怎么不问我喜欢睡床上还是地上了？因为我喜欢睡床上。地板真的很硬。硬点对腰好。今天的月亮跟你第一次在我房间留宿的时候一样圆。对不起啊，我骗了你，你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也是在骗我就好了。公子，这可是少城主送您的呀。丹琴族曲有什么用？我根本保护不了心爱的人。你麾下没有一兵一卒，别说喜欢的人了，你就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。母亲，华服，护城军的华服。三公主，
诗篇记载只属于我们的美。这下你们家少君该和我们少城主和好了吧？必须的呀，看我们少君多温柔。等花园城的事结束了，我带你回玄虎城。那你能不能也不要再逼迫我母亲，现在就放弃攻占花园的计划？不能。我不是已经答应你跟你回玄虎了吗？你们花园城的美人计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